牵手你。5月15日，王力宏现身北京，与粉丝共同庆祝41岁生日。庆生会现场，王力宏与粉丝共话一起成长的人生经历，并被粉丝制作的庆生视频感动到热泪盈眶。庆生会上，王力宏还宣布自己制作的励志音乐电影《王力宏火力全开》正在积极准备，有望于暑期档上映。据说这个电影，力宏可是自导自演，连剪辑都是自己亲自操刀上阵呢。整部片子自己，剪接。一帧一帧的剪，还有做导演，我剪的，对，然后对，所以而且我剪了很多个版本，学到很多，剪接软体的快速键，现在都很快。又过了一个生日，就又老了一岁。而面对40岁的年纪，王力宏也表示：“我也不火，我也不花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觉得人生是要圆满的，要又。”圆又满，不能只有一块这样子，不能只是一块，比如说事业，或者是只有一块家庭啊，就是要都包括你的健康啊，包括你的友情啊，包括你的朋友啊，你的家人啊，你的事业各方面的、啊，我觉得都很重要。所以可能大家在我的电影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火力全开的精神，就是希望都不要忽略，然后。每一块都可以做到满。优酷全娱乐，火力全开的力宏生日快乐呀！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